平時尖沙咀周圍都是人，想靜靜地坐低吃餐飯，嚟呢一間泰國餐廳就啱曬啦。呢一個四人餐有三款前菜，分別有墨魚餅、蝦餅同埋黃金包。等我試下個黃金包先。佢入邊有豬肉同埋雲耳，好香口嘅。除咗前菜，仲有兩款沙律，分別係西瓜魚子沙律、甘柚芒果沙律，仲有好 creamy 嘅椰子雞湯添。食泰國菜點可以冇咖喱㗎？這個餐有圓條紅咖喱焗石斑同埋青咖喱雞，仲有這個炭燒和牛排，同埋每人有半隻龍蝦添啊！另外咧，再加埋食泰國菜一定會有嘅椰菜苗，就好滿足啦！最後再望住個海景，食埋甜品，哇！真係身心舒暢啊！即刻回復精力，再去 shopping 啊！